屯这个村子叫不老屯，因为全村24000人中有832人是80岁以上的老人，90岁以上的也有87人。91了都，那这爷爷呢？爷爷您大，比我大。这些高寿老人不止满口白牙，还经常唱歌、打情骂俏，身体硬朗的程度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。秘密据说就藏在当地居民的饮用水。就是我们居民用的水啊，全都是说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水井的深度就是十来米深，我们的水资源相当丰富，哎，水的质量还相当好。引入各家各户的地下水和流淌在山林间的山泉水，就成了当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。经过检测发现，不老屯的水是 pH 值 7.3 的弱碱性水，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体质。水是经过野石过滤以后的，那个野石是碳酸钙，它本身就是碱性，有什么样的野石就有什么样的水。而产出好水的岩石就是俗称的麦饭石。它是这个石头里面的矿物，它溶解水里面以后啊，它首先呢能够溶解出那个偏硅酸，这个偏硅酸对人体上的那个是有好处的。它本身有些那个油润的微量元素，就是像锡啊、锌啊、铁啊、那个镁啊、钙啊，这个石头能够的话呢吸附那个水里面的重元素，铅啊、镉啊、汞啊、砷啊。不仅麦饭石中富含的丰富矿物质可满足人体需求，它还具有吸附有害元素的功效。不老之水被村民视为珍宝，加上正常的生活作息，造就了这个专出人瑞的不老村。